小五，墨渊他已经魂飞魄散了。你不是四海八荒艺术最高的人吗？你不是他哥哥吗？你为什么不救他？哲言，你为什么不救他呀？哲言，小五，你师父是用元神祭了东皇钟，没人能救他。 师父他之前就跟我说过，祭东皇钟是需要元神的。但师父他也跟我说过，造东皇钟的人就是他，他一定能有办法化解，我就信了。师父，因为之前替我挡了三道天雷。 他的伤还没完全好，都怪我，四哥都怪我。小五，你可还记得你师父临去之前对你说的？等我。师父他确实这么说过。那墨渊是何等人？他既然把话放在这儿，就一定会回来的。 真的吗？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你师父。对，师父他既然让我们等，就一定会回来的。 我现在要做的，就是把师父的仙体保存好，然后等师父回来。小五，你身负重伤，不如先随四哥回青丘吧。 我哪儿都不要去，我就在这儿陪着师父。你若在此处，那我也陪你在此处，随你守着墨渊吧。